30 seconds until minions. Minions have spawned. 谁的头？哎，一人一个嘛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说实话，杰茨有没有闪？我不知道，刚才如果他没闪，他已经死了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个信息队友一直没报。我不敢抢二那一瞬间，扔的那个 W 闪，新阶段一个近战 AQ 他就死。 升级，可以的，闪现辅助，那你就已经死了呀？这还想怎么跑呢？赶紧杀了！杀了，赶紧给我来点钱，必须短臂掏出来。杰斯没了吗？这个信息差。 回来干啥，兄弟？拉扯啊！他没闪的。
逃卡的视野，再回头去月下。 怎么说 ？A 一下塔 ，A 一下直接死。 OK， 这把分稳稳收下。爽吃卡纳维的分啊！兄弟们有免费谷粮的可以送送免费的谷粮啊！ 谢谢蛋黄送出了超神场。 有事吗？ 为什么敢 Q 我？
看看什么连招，刚刚闪 W 闪 Q 啊。看我的穿甲是42。这把主播这么出是因为我对现在的杰斯，而杰斯我必须要杀他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能这么出呢？因为我带了个终极猎人。如果你这么出的话，零 CD， 但如果你有加 CD 的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就可以过渡掉。没有 CD 装备无所谓。Unstoppable。这把主播的出装路线从一级开始就已经奠定了。因为一级打了4个终极猎人，我的大招好的巨快。豹女是他斩，是吗？感觉不是吧？他斩的 ID 是两个韩文，这是4个。拿下这一把我们的男刀，真潇洒，舒服了。哎呀，当卡纳比去到对面的时候，主播说是有那么一点慌啊，但没想到打下来结果还行，舒服了，美滋滋啊，爽吃两把啊。